几千年，这如我来，让我来的呐喊声，此起彼伏，回荡山河。在这场激荡雄浑的民族英雄大合唱中，有一个特别的音色格外引人注目，那是深夜里悄悄开放的一抹暗香，那是刀光剑影中一束隐秘的铁甲红装，那是过往岁月中巾帼不让须眉的。 小女，小女看您年事已高，木兰，姐姐，你来干什么？嘘，那你又来干什么？是。 五、六，今天就练到这里吧。啊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？敌军来袭，明晨我就要到军营报道。要去打仗？为什么？为了家，为了国。可是我担心。没有什么好担心。 咱们花家没有懦夫。花家无长子，让我来。我是长女，理应是我。理应什么？爹娘年迈，您理应留下来照顾。你刚相过亲，嫁衣我都为你织好了。现在十万国金，等不了这么久了。老规矩，谁赢谁说了算。 照顾好爹娘。
为了国，三个画家，没有懦夫。